由日本知名放浪家族所推出的全新男团 Felicity Boys， 是放浪兄弟和放浪新世代的小师弟，团体平均年龄不到20岁，虽然才刚出道没多久，但却各怀本事，七位成员都能唱能跳。为了实现红到全世界的梦想，成员各自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，日前来台展开5天4夜的宣传活动，要让台湾妹们亲自感受到他们的魅力。这次我爱偶像也派出露露应战，当实况姐姐遇上超嫩小鲜肉，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我在我身边呢，又是一个鲜肉男团，平均年龄大概20岁左右。各位同学请注意，日本的大势暖团来临了。暖团太紧张，他们很可爱，又很帅气，又很有魅力，又很有男子气概。各位欢迎 Ballistic Boys。嗨，请你们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Ballistic Boys。Ballistic Boys。请他们一个一个自我介绍，他们在手上也有自己的这个扇子。我是松井立树。松井立树，你好。这么大声的，这么大声叫叫我。我是龙太。龙太。Hitaki Takasan。Takasan。自己吗？我是江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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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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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最简单的 Lee。 你好 Lee。 好吗？我是刘星。我是刘星。刘星卡努马桑。卡努马桑。卡努马桑。ありがとう先生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再次欢迎他们来到台湾。那太开心了，因为最近他们来台湾嘛，然后要跟大家一起，就是也在台湾有一些合作的表演啊，然后第一次来台湾，对不对？他住过2回目です。11歳。ダンスで。すごいね。おお。那みんなどうですか？台湾、感觉台湾如何？なんだろう。好きですか？好き。でもなんか言ってたね、その向こうっぽい。ちゃんがアメリカっぽいみたいなこと。あ、なんか街並みはすごくアメリカっぽいなっては思いました。空港からホテルに向かって。真的？我怎么都没有这个发现？真的？ Yeah。 那如果一个人要说一个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的话，你们会说什么？我自己不喜欢。吃饭。吃饭啊！喜欢台湾的饭。吃。食べ物。美味しい。まだ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。満喫してないから分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、行ってみたいところがちょっと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你有开始计划了吗？何でしたっけ？さっき言った九分。哦，很漂亮的地方。嗯，很值得去。街の雰囲気が早く記憶が飲みたいです。等一下，我们有准备一个食物，里面有蒸奶的珍珠在里面。等一下玩游戏赢了可以给你们吃。哦。OK。对。Yes。Nada-san。Nada-san。喜欢什么？もタピオカ。タピオカ。タピオカ。好，帮你准备。いいです。Me too。美味しいな。美味しいな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な。50蘭。9分。哦，你是9分，哇，好 ，OK， 希望你们这次都可以成型。
不过玉玉也想问一下，因为你这次来台湾表演啊，然后同场当然还有其他的歌手也一起表演，除了你们跟这些歌手合作之外，有没有想要跟台湾的哪一位华语歌手合作？J.J.O. 周杰伦啊，周杰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是。你喜欢？我喜欢。哇，すごいね。什么？ラッパ？ラッパ。の。なんか。感じは？啊，他喜欢台湾那个。一瞬見て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。メモった。好啊好啊好啊。瞄一下。ノートして。瞄一下。嗯嗯，大丈夫です。哦，顽童，哦 ，MJ116，啊，私の友達，友達，私親友です，ですから私の友達は、あんな楽しいアイドルです。哇，哎，顽童是啊，顽童，しかも愛さんと友達だし、マジ？愛日本、愛。あ、他在日本跟愛 AI。哦，林玉群啊，知道吗？林玉群，哦，小妹，哇，他是个多么的厉害！哦，厉害，すごい！すごい！日本の番組に出てて知って、あ、すごい、ずっとこいつがうまいなと思って。確かに。对对对，他也很。哇，我喜欢。可爱的签名。吉阳要签名。好，那我跟他讲，你们是下次来台湾的时候。耶。还有吗？有没有别的？譬如说女生的歌手啊，有想合作的吗？有，九令很帅。你怎么要讲九令哦？九令也很棒，也很棒。那有没有就是那种喜欢那个叠字的女明星？有没有？啊，我肌肉。哎，我肌肉。大雷，大雷。对，哦。也有发一些歌这样子，就是那个肚子痛的歌，オナカ一代，オナカ一代啊，我可以教你オナカ一代的台湾 niece， 巴豆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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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就如果你们吃不习惯台湾东西，就可以说啊，巴豆疼，啊，巴豆疼。天啊，就是一代，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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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豆是 onaka， 天啊，天啊，也太会演了。然后巴豆，然后如果你是肚子饿的话，就是onaka si da wa， 巴豆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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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巴豆天啊，巴豆腰，巴豆天啊，巴豆腰，对，很好，我们都学起来了，明白了，巴豆天啊，对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甚至应该是可以合作一下。我因为我有记下你们的歌 ，Stay true, stay cool, stay real, stay cool。Yeah, girls remember。怎么了？真的是啊？我就有点びっくりした。为了让你们再多学一点中文，因为你们要来台湾待很多天的。みんなさんどうですか？楽しい。开心。开心。我教你们几句可以撩台湾女生的中文，好吧？哦。Yeah， 那我吧。赢了世界。赢了世界。又如何？又如何？做你的心上人，那就没事哟。